Ping pong. Chumb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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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Subscribe.
喜欢的就是卧室了，我决定要在这里找找它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鲨鱼妈妈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妈妈粉色尾巴？鲨鱼妈妈，啊，粉色的尾巴，会不会是妈妈？不要碰我！啊，现在连美人鱼都变成僵尸了，我们再继续找找看妈妈。啊，这里也有一条粉色尾巴，妈妈。啊，妈妈，抓紧时间，快快把这颗药丸吃了。啊，嗯，哦，鲨鱼宝宝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因为僵尸病毒，我们全家都变成了僵尸。多亏刚才的药丸，你才恢复正常。哦，谢谢鲨鱼宝宝，我们去拯救其他的家族成员吧。哦，鲨鱼宝宝，我去检查一下洗手间。啊，如果你发现其他家庭成员，记得呼叫我。好的，妈妈。嗯，爸爸可能去哪儿了呢？爸爸。啊，朋友们，我觉得鲨鱼爸爸一定在这附近，我们一起找找吧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爸爸蓝色尾巴？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，你在吗？好饿，好饿。吃这个吧。吓坏我了，但鲨鱼爸爸在哪里？我发现他了，是鲨鱼爸爸吧？不，鲨鱼宝宝快退后。鲨鱼宝宝把药拿来。亲爱的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是我做梦了吗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我们全家都被僵尸病毒传染了，鲨鱼宝宝用一些药救了我们。我的天，太谢谢你了，鲨鱼宝宝。这还要感谢碰碰狐给我的药，但现在我还要帮助带回其他海洋朋友们。啊，我好像听到有人要出去了。我觉得是鲨鱼奶奶和鲨鱼爷爷，赶紧，我们跟着他们。奶奶，爷爷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啊，是奶奶。奶奶藏在南瓜后面。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们！如果看到鲨鱼奶奶，记得告诉我们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奶奶橙色尾巴？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，你在吗？哦，我觉得她不在这里，会不会是在这里呢？也不在这里呢，那她会在哪里？鲨鱼宝宝，把药拿来。我的头。鲨鱼奶奶，你还好吗？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全家都感染了僵尸病毒，是鲨鱼宝宝救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鲨鱼宝宝。鲨鱼爷爷去哪儿了？是鲨鱼爷爷的声音，我们去看看。鲨鱼奶奶，你待在这儿吧。不，我会找到鲨鱼爷爷的。鲨鱼宝宝，跟我走。好的，奶奶。鲨鱼宝宝，我们找到鲨鱼爷爷，然后把它变回来。
来吧，我们一起找。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你有没有见过鲨鱼爷爷绿色尾巴？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你在吗？哼，你竟敢敲我的门！哦，那是老霍克船长，还是那么的野蛮。哦。我觉得那个是鲨鱼爷爷。哦，哪里？在这里？是鲨鱼爷爷，抓紧时间，鲨鱼宝宝，快把药扔过来。好的。啊，不好，我把药扔得太远了。鲨鱼宝宝，妈妈，爸爸，我该怎么办？那颗药丸不见了。哦不，我觉得我们得先让鲨鱼爷爷冷静下来。抓紧时间，鲨鱼爷爷，是我们鲨鱼家族。哦，我的爷爷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主意了。鲨鱼爷爷，快吃下这个。爷爷，鲨鱼爷爷，为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是的，我们都很好。而且碰碰狐发现了大量的药丸。我尽快找到了药丸，来帮助海洋里的朋友们。太感谢你了，碰碰狐，我们可以去帮助海洋里的动物朋友们了吗？这听上去太棒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数到三。一二三，大家都变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大家安全变回来，真开心。大家都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大家都赶紧回家休息，吃点好吃的吧。听上去好棒！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好辛苦，我们一起进去休息一下吧。你们知道吗？每年的万圣节都会。滴答滴答滴，一点钟到了，骷髅从坟墓里睡醒了。滴答滴答滴，两点钟到了，骷髅吃着热腾腾的饭。滴答滴答滴。三点钟到了，骷髅踩着其他人的脚。出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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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了。滴答滴答滴，四点钟到了，骷髅踢飞自己的鞋子。出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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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了。滴答滴答滴，五点钟到了，骷髅跳着摇摆的舞。跳什么舞？出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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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了。滴答滴答滴，六点钟到了，骷髅骑着牛喊呀呼，呀呼！出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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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了。滴答滴答滴，七点钟到了，骷髅撞掉自己的牙齿，我的牙呢？出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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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了。滴答滴答滴，八点钟到了，骷髅吃着美味的蛋糕。吃什么了？吃饱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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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饱了。
滴答滴答滴，九点钟到了，骷髅在雪地里打雪仗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滴答滴答滴，十点钟到了，骷髅的骨头换来换去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。滴答滴答滴，十一点到了，骷髅不知道大家是谁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。滴答滴答滴，十二点到了，骷髅发现时间不够了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。滴答滴答滴，一点钟到了，骷髅必须要回到坟墓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。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卡丘巴拉卡丘巴拉，丘巴拉啦啦啦。汽车宝宝滴滴嘟嘟，汽车宝宝滴滴嘟嘟。爸爸滴滴嘟嘟，汽车爸爸滴滴嘟嘟，汽车爸爸滴滴嘟嘟，汽车爸爸嘟嘟，汽车奶奶滴滴嘟嘟，汽车奶奶滴滴嘟嘟，汽车奶奶滴滴嘟嘟，汽车奶奶嘟，汽车爷爷滴滴嘟嘟，汽车爷爷滴滴嘟嘟，汽车爷爷滴滴。汽车爷爷嘟嘟，万圣节滴滴嘟嘟，万圣节滴滴嘟嘟，万圣节滴滴嘟嘟，万圣节嘟嘟，万圣节快乐，不给糖就捣蛋。啊，万圣节快乐，请给我甜食吃。今天是万圣节，碰碰狐准备和鲨鱼一家一起参加万圣节派对。碰碰狐游到海底了，可是碰碰狐怎么也找不到鲨鱼一家。啊，大家都去哪儿了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我知道你在寻找鲨鱼一家，不过你是找不到他们的。我用魔法把鲨鱼一家困在了万圣节城堡里了。去寻找鲨鱼一家吧，如果你找到他们，我就放了鲨鱼一家，还会给你许许多多宝物。但如果你没有找到他们，你也会被困住的。
救命啊，胖虎！救命啊，小朋友们！老婆，快来呀！哎呀，这里好可怕呀！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帮助碰碰狐找到鲨鱼一家。让我们一起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在哪里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。这是鲨鱼爸爸吗？你好，碰碰狐。你们好，朋友们，我是可怕的吸血鬼。再敢碰我一下，你就会有大麻烦了。天哪，那是吸血鬼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找找鲨鱼爸爸。鲨鱼爸爸，你在哪儿呀？嘟嘟，我可不是鲨鱼爸爸。原来是小丑呀。这是鲨鱼爸爸吗？哟，你找到我了，我是鲨鱼爸爸，谢谢你，碰碰狐。万圣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爸爸，砰！接下来，一起去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？粉色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？粉色尾巴，鲨鱼妈妈。快看，有一条粉色尾巴，我猜这就是鲨鱼妈妈。哒哒，你上当啦！啊，原来是蝙蝠，再找一找鲨鱼妈妈吧。这里有一条粉色尾巴，还有一条带黄色条纹的粉色尾巴，哪一个是鲨鱼妈妈呢？这个吗？让我们喊鲨鱼妈妈出来吧。你是鲨鱼妈妈吗？被困在这里好闷呐，谢谢你找到我。万圣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嘣！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啊哈，是糖果。哦，那是我的糖果。哎呀，是骷髅，快跑呀！接下来该找鲨鱼奶奶了。鲨鱼奶奶在哪里？橙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？橙色尾巴，鲨鱼奶奶。找到鲨鱼奶奶了。我好无聊呀，一起玩有趣的游戏吧。碰碰狐变成了骷髅碰碰狐，你还好吗，碰碰狐？一起找到鲨鱼奶奶，让她帮忙吧。橙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。干得好，你找到我了。别担心，碰碰狐，我会把你变回来的。哇哦，碰碰狐变回来了。谢谢你，鲨鱼奶奶，我也要谢谢你。万圣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，嘣！一起去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。
啊，上面有人在移动，会是谁呢？哦，不给糖就捣蛋，你想要糖果吗？哇，好多糖果，谢谢你，海盗先生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我看到一条绿色尾巴，那是鲨鱼爷爷的尾巴吗？我是科学怪人，碰碰狐，你身后有一个僵尸。哦，僵尸在哪里？啊，好可怕！快去找鲨鱼爷爷吧，鲨鱼爷爷在这里。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在这里一定吓坏了，谢谢你们。晚上见，嘟噜噜嘟噜噜，鲨鱼爷爷，蹦！哈哈哈哈哈！现在还有谁没找到呢？朋友们，快来找我呀！我好害怕。快去找鲨鱼宝宝吧！鲨鱼宝宝在哪里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有两个鲨鱼宝宝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看呐，谁是真的鲨鱼宝宝呢？我是真的鲨鱼宝宝。啊，我才是真的鲨鱼宝宝。小朋友们，你知道谁是真的鲨鱼宝宝吗？没错，一起看看他们的尾巴。鲨鱼宝宝的尾巴是黄色的。啊哈，找到真的鲨鱼宝宝了。我的朋友们最棒了。啊，差一点就骗到你们了。晚上见，嘀哩嘀哩嘀哩，鲨鱼宝宝，蹦！哇，鲨鱼奶奶，鲨鱼爷爷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我们找到了鲨鱼一家的每一个成员，做得好，小朋友们！吼吼，碰碰狐啊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太厉害了！我会遵守我的承诺，放了鲨鱼一家。现在一起参加万圣节派对吧！哇哦，太棒了！嗨，朋友们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帮你治疗。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哦，医生，请帮帮我们！啊，是可怕的万圣节怪物们，看起来有些吓人，但他们也是病人，我们勇敢地给他们看病吧。第一位病人，吸血鬼，请跟我来。嗯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硬的东西弄断了我的牙。哎呀！你的獠牙断呀断掉了。咬不了东西，真的好疼啊！请你帮我治疗，我还要去吸血。吸血。
血，我马上给你治疗。我先给你拍张 X 光片，看看你的獠牙坏的有多深。要拍喽！哦，不妙，你的獠牙完全坏掉了，如果不拔掉它们，反而会有危险。朋友们，我们得拔出两颗獠牙。最后，我们会给你安上新的假獠牙。我可是个吸血鬼，帮我把牙磨得尖尖的。哇哦，你的新獠牙看起来很不错。吸血鬼，嘟嘟嘟嘟嘟，拔旧牙，嘟嘟嘟嘟嘟，换新牙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医生、护士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喝一杯鲜血？不，我们就不用了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跳舞跳太多，浑身不舒服。好奇怪。你的骨头越变越脆了。我想继续跳舞，请帮帮我。大事不妙，紧急紧急，快带骷髅去治疗室。现在我们得把骨头放回原处，一次放一个。这个看起来像个鸟笼。没错，这个是肋骨。这个圆形的看起来像髋骨。放好啦！耶，还有头，干得漂亮。再把脚也拼起来。不对，你搞错了吧，医生。吓我一跳，这不是骷髅的脚，是他的手。装错了，手应该接到手臂的末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脚骨。组装完毕。跳跳，骷髅又可以跳舞了。大骷髅，嘟嘟嘟嘟嘟，大骨头，嘟嘟嘟嘟嘟，变强啦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哇哦，恭喜你，你又可以开心的跳舞啦！万岁，谢谢你。下一位病人，是狼人。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告诉我。我的脸撞到了一棵树。哎呀，疼死了！你的脸上有一个伤口。哎呦，好疼！医生，帮帮我！请你冷静下来。我知道一定很疼，我们快些帮他治疗吧。我们先把蜘蛛网清理掉。你一定很疼吧？我会清理你的伤口，这样情况才不会变得更糟。会有一点疼的。哦，清理完毕。我想你需要缝刺针。坚持一下下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
伤口缝得很成功，现在我要给你包扎一下。把创可贴贴在你的伤口上，治疗完毕。你真的很勇敢，狼人先生。狼人先生嘟嘟嘟嘟嘟不疼了，嘟嘟嘟嘟嘟真开心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毕。非常感谢。不用那么客气。哪里不舒服放心告诉我，魔法药水溅到了我脸上。你的脸上长了个大包，哎呦哎呦，真的好疼啊，疼死我了。你先别乱动，我马上就给你看病。朋友们，我们得把脸上的包戳破。首先用锋利的尖戳破，戳破，戳破了。现在让我们把大包里的毒药水挤出来。一、二，出来啦！现在让我们来涂药膏，这样就不会留下疤痕。哇哦，你的脸上没有包了。一个你我嘟嘟嘟嘟嘟，脸上的包嘟嘟嘟嘟嘟不见了，嘟嘟嘟嘟嘟，治疗完毕。哇哈！非常感谢你们，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。我珍贵的蝙蝠眼球送给你。谢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各位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谢谢医生和护士。今天大家也表现得很棒，值得奖励。下次我们再一起给病人看病吧，拜拜。我告诉你们哦，在黑黑的万圣节的晚上，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一，骷髅爬出来该怎么办？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二，骷髅坐下来它吃糖豆。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三，骷髅向前走，哎呦踩了脚。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四，骷髅甩了鞋飞走不见了。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五，骷髅左右摆它跳起舞。跳什么？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六，骷髅跳一跳，缩上缩着走。什么？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七，骷髅摔倒了它没了牙，没了什么？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八，骷髅跑过来抢走了蛋糕，抢走了什么？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，冲吧啦嘎冲吧啦嘎冲吧啦。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九，骷髅藏起来玩捉迷藏。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十，骷髅组一组疯狂继续舞。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十一，骷髅调皮了不认识谁是谁。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嘎，出吧啦。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十二。
骷髅吓一跳，没有时间啦！冲吧啦卡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！当树上的挂钟它指向了一，骷髅挥挥手跟我说拜拜。冲吧啦卡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卡，冲吧啦！蹦！你干嘛哭啊？我好害怕呀！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哦。